去海边了，它已经算是在南坎的西边。然后如果要去这个点的话，导航就是搜寻一下西海福建咖啡厅会比较好找。你打福安宫可能会跳出其他地方的福安宫。然后我刚才已经设定好导航了。那我是建议大家上山前记得先去买一点喝的或是吃的，就是等下去看车去的时候，就那边有时候有小地方啊，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有，所以最好自己再吃的。 到了，这里是桃园南崁的福山宫啊。今天这停车场看来重机好像不多，今天来聚会好像都是汽车族比较多，还有一点单车族啊。刚才下来飞机有在起飞，这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蛮靠近机场的，所以来这边车距的时候，除了可以看飞机起飞之外，还可以就是来旁边的新海直接喝喝咖啡。然后如果你是 一个人来的话，就有时候可以在这边碰到一些车队啊，他们在车聚，就是三五好友的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认识一些车友，或是跟他们打个招呼，或是跟我一样比较害羞，就单纯看看车。这个庙其实也有蛮多人会来这边祈福拜拜的，啊，我是没有进去过，不过看蛮多人来拜的。然后每到假日晚上，这边就是会有蛮多就是 周末夜嘛，就是会有蛮多车来车去，不管是音响车啊、改装车啊，还是重机啊，还是脚踏车，都会来这边聚会，就蛮热闹的。今天可能因为时间还不够晚，现在大概晚上8点多吧，等到晚上9点10点之后，这边才会比较热闹，就是开车会比较多，就是车友上来聚集。对，然后上来的时候建议就是自己带饮料啊，或是小点心，因为这边 偶尔会有小蜜蜂，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会有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带饮料或酒精来。那这边的夜景非常漂亮，它这边就是往下看过去啊，左边是南崁，然后右边就是桃园机场那边，所以这边的夜景真的是相当的不错，相当漂亮。
是建议大家如果周末没有事情的话，就是可以骑车上来这边看看，来这边玩玩。对，我刚刚有听到引擎声，好像有人要上来了。Max， 你好。哦，就越晚就开始会越多人。所以这个地方真的还不错，蛮适合大家一起来这边聚一聚的，是一个好的车聚点，好聚点，在这边推荐给大家。那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